斗门区城区拥堵治理工程由斗门区交通运输局牵头实施，整治主要范围为吴兴路珠峰大道沿线节点及尖峰大桥东侧。近期实施的项目具体为：一、尖峰大桥东侧路口改造；二、吴兴路五洲家园人行天桥；三、吴兴路江山会人行天桥；四、吴兴路交白藤三路路口拓宽；五、白藤四个路口主流转向调整；六、十八个路口增设智能交通信号机；七、尖峰前路交中兴南路路口拆除环岛设置十字信号灯路口；八、珠海机场高速高架桥底前务镇东澳村段环境整治；九、珠峰大道交水郡二路路口改造；十、吴兴路增设巴士站。具体就包括中兴路交尖峰前路那个花坛的一个拆除，然后还有一个改造，还有尖峰大桥东侧的花坛的一个拆除和改造，然后还有就是吴兴路这边江山会还有五洲家园这里增设两座人行天桥，然后还有就增设巴士站，还有一些其他一些内容。我们计划的话是在七月份完成施工招标，到时候就是争取年底前完工吧。方楚强表示，该项目的实施将挖掘路口潜力，提高路口通行能力，利用短平快微整治手段缓解城区交通拥堵，届时我区交通拥堵问题将有望得到有效的缓解。